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几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跟着跟大家讨论的、介绍这个疗剂叫做非烟草 Cephalosporin 非烟草、这个一个很有趣的疗剂、这个疗剂的人呢通常呢是有很多问题，在包括情绪方面和、身体方面的，就算男女都好，他通常呢是会有一个经历、有一个被屈辱的经历，我叫 mortification、即是被人羞辱、可能曾经呢是被人言语间、或者性方面、或者体罚方面、可能家的父母呢是很强势、很控制的、或者家有些的家庭成员、通常呢这种的病人呢是因为呢被羞辱过啦，或者受罚啦，咁导致呢就将个身嗰种愤怒呢抑或抑制落嚟呢，咁跟住呢就出现嗰、身体嘅毛病嘅。咁经常呢用喺一啲急性嘅嗰个愤怒嘅情景嘅。咁我知道呢我有个疗剂嗰个Ignatia 啦，吓吕颂果啦，吕颂果系火急性嘅悲哀，吓分手离开啊，情感方面嘅悲哀嘅急用到吓，咁、而嗰个非烟草咧，通常咧系急性嘅愤怒嘅，好多时候咧，你会出现咧，佢哋啲人咧，即系嘅人本身咧就可能有啲抑压嘅愤怒咧。爆发出嚟，咁或者可能有啲狂食症啊，或者呢啲咁样嘅即系周期性嘅愤怒嘅，咁佢就可能将啲嘢抌烂啲嘢啊，即系一种咁样嘅情绪嘅发泄嘅。咁但当佢哋唔系嬲怒嘅时候咧，佢哋通常咧就比较消极嘅，咁消极咧系忍受好多啲不公。正嘅不公平嘅嘢发生喺佢身上啦，尤其好多种不同嘅虐待啦、虐待佢啦，咁佢可能咧系有一个系有一个即系、就是、一个非常之不和谐嘅、非常之有问题嘅关系，可能佢个先生啊
是一个醉酒醉酒鬼啊，或者是吸毒的人啊，咁经常咧就会打佢啊，或者嚟到羞辱佢吓，或者虐待佢嘅。咁当啲发生呢个情况之后咧，佢通常咧就忍气吞声咧，系即系收埋咁样嘅，将自己愤怒咧就抑制落去啦。跟住呢愤怒咧就走落嗰个喉咙啦，跟住呢个成身咧会震咁样吓，直情咧就即系讲唔到嘢啊，喺一个惊恐啊嬲怒受压之下嘅，咁呢种咁嘅情绪当然咧系慢慢地咧就令身体出现问题啦，可能呢啲咁嘅呢啲嘅怒火咧系个身体里边烧咗个窿出嚟啦，可能嗰个大肠嗰方面啊烧咗个窿啊，所以出现好多啲结肠炎或者叫 Crohn's disease 比较更加严重嘅吓嘅肠嘅发炎啊咁通好多时候咧呢啲都系同埋我哋嗰个抑压嘅愤怒嘅情绪有关嘅，咁另外一个。问题身体的出现问题呢在肺炎素很多时候呢就走落个膀胱的，有的时候呢你会见到呢他们很多时候呢有些膀胱炎很容易呢就有尿道炎、膀胱炎、这样的。好了，肺炎素的症状呢很多时候呢都跟那个性个方面的抑制性个方面的问题，他可能本身那个性欲比较强的但他们呢就亦都好怕，因为为什么自己性欲强的性欲呢会怕着他们会失控的，这些通常呢都是这些导致很多性方面的活行为那些症状。肺炎素呢亦都係用喺一啲因为强奸被强奸之后呢係出现嗰个一个问题嘅，所以係急性用嘅。咁佢经历咗呢啲被强奸之后呢，佢好多时候呢就会出现呢内疚啦，感觉羞耻啦，咁亦都有时候呢就会非常之愤怒呢，係冇办法即係冇办法释放嘅。咁呢个影响佢一身嘅情况嘅。咁佢通常呢慢慢地呢因为呢啲咁嘅经验啦，咁佢开始呢对性方面呢就产生咗恐惧啦，有时喺性行为嗰时呢就会比较会痛啦，同埋呢个子宫呢会抽缩咁样嘅。咁可能经过呢啲经历，好多肺炎素嘅人呢慢慢地即係正常返平和咗之后呢，慢慢地释返一个嘅新嘅人嘅情人。咁但呢佢当佢哋一要想有性行为呢，佢哋突然之间呢就即係諗返佢嗰啲经历啦，佢就突然之间呢就会好觉得好唔舒服啊，或者子宫抽紧啊咁样嘅。咁肺炎素好多时候呢出现呢系一啲女士啦，在学校嗰度咧，佢可能俾人认为咧，佢一个系好即系好随便嘅吓，同好多人发生关系嘅咁样。咁点解会咁样呢？因为飞燕草嘅人咧，好多时候咧，佢个性格咧，佢系唔可以拒绝人哋嘅吓，即系佢常都要讨好人哋啊。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会同不同嘅人咧发生性行为啊咁。咁因为佢个性格就系、是、即系佢唔能够 say no 嘅咁样。咁好多时候咧，呢啲情况咧系产生一啲嘅家庭啊嘅关系啊，夫妇关系啦，咁呢种好不愉快嘅夫妇嘅关系啦，咁如果你用咗个疗剂吓，俾是但一方面啦，咁好可能呢个疗剂咧系令到佢哋咧就会出现嗰、那个离婚嘅啊，咁点解咧？因为咧平时佢可能因为嗰个情绪抑制啦，佢冇办法企起身，佢冇办法去抵抗。咁但系个疗剂治疗之下咧，佢变得正常咗咧，咁佢有足够嘅勇气咧，去做佢应该要做嘅嘢嘅。咁所以有时候咧，你唔好即系会出现咧，哦，突然之间咧，嗰个病人咧就话，哦，佢就提出要离婚啦咁样。好啦，咁飞燕草嘅人咧。亦都係比较好敏感㗎，即係好容易呢就俾人受屈咁样嘅。咁佢出现好多啲愤慨呀，咁一个好特别嘅感情啦。咁佢就少少啲人对佢嘅行言行语，或者有啲关于讲佢哋呢，佢哋好似觉得呢係自己呢係好唔开心，因为佢好特别呢方面特别敏感嘅。好啦，喺身体方面嘅症状呢，好多时候呢就除咗我剛才讲嘅尿道炎啊，嗰啲膀胱炎啊，尿道炎啊，好多时候呢我哋叫做 honeymoon cystitis， 蜜月期嘅尿道炎。咁通常呢就呢个嘅疗剂呢都係呢个嘅嗰个肺炎草呢个疗剂係好好用嘅。好啦。
咁仲有一啲問題咧，好多就出現係嗰啲我哋叫沙眼挑針嚇、啊，有時沙眼挑針咧係一個。在很多时候发生在飞燕草那些人身上的。咁我哋另外个疗剂盐啦 ,Nature Mirror 啦。盐呢通常呢就有唇疮啊，很多时候很容易有出唇疮的。而那个飞燕草呢很多时候呢就会出现沙眼挑针啊，这些这样 的情况在眼蓋那里的。咁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飞燕草啦，我仲有疗剂啦，尤其是小孩子啦，那个Pulsatilla 啦，是那个同埋那个Soya。Soya 就是那個側柏啊，同埋嗰個 Pulsatilla 啦，係白頭翁啊。咁呢兩隻咧都好多時候咧係用喺嗰啲嗰啲沙眼挑針呢個嘅問題嘅。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就我用到咧就係嗰、那個飛燕草咧，就用喺一啲手術後嘅瘌嚇。譬如有啲人咧做咗眼部嘅手術，咁跟住咧出現一啲後遺症嚇，隻眼睛啊、眼球邊咧，可能咧即康復唔到啊，有啲問題。咁我通常咧就會用，可以考慮用呢個 Sapphire 嘅。咁當然另外一個療劑咧就係、是、嗰個金盞花嚇。金盞花一般性嘅手術嘅出現問題之後咧，我哋可以用呢個嘅個金盞花咧去幫助處理嘅。咁、啊、但如果你用嘅係一個係尖锐嘅手術刀嚇、啊，割到啊或者刺到咧，咁呢個療劑咧就會比較係嗰個飛燕草嘅。咁好多時候飛燕草咧同嗰個白頭翁咧兩個療劑咧好容易混淆嘅，因為大家咧都係比較上溫和啊，女性化啊，個人係好 nice 嘅嚇，都、啊、好好嘅啊，即係咁佢大家咧係比較上係消極啲啦，被動啲啦嚇。咁佢咧，尤其是飛燕草咧，佢好中意要去討好人嘅。啊！佢要，但系而嗰個白頭翁咧，佢好需要有啲有啲人陪伴啦，有啲人被愛啊咁樣嘅。咁白頭翁咧就好介意咧，人哋點樣睇佢啊，好怕人哋咧對佢印象唔好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嗰個一般嚟講咧，佢哋嗰個自信咧係比較差嚇，個自我形象亦都比較差嘅。咁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咧，佢哋會出現嗰啲情緒低落啊或者咧係嗰個躁狂症啊躁鬱症啊或者咧係嗰個狂食症啊呢啲咁樣。咁好多時候會出現咧喺呢啲嘅嗰個 self-assessment 嘅人嘅身上嘅。除咗呢幾個常見嘅問題咧，我通常咧。都會但我哋都好多時候都好強調嚇，身體個狀態咧，個情感咧係導致人嘅病嘅主要原因嚟嘅。咁喺個飛燕草嗰方面咧，係更加會見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佢出現嘅問題，除咗我曾經所講嗰啲嗰個膀胱炎啦、尿道炎啦、嗰個腸嘅問題啦、個潰瘍性嘅結腸炎啦，咁仲有咧就嗰個便秘啊。吐泻啊，经痛啊，呢啲都会有系会有经常会系出现喺 sepsis 嘅人。咁 sepsis 咧，亦都有阵时候咧，佢哋会中意食烟嘅吓，即系好得意嘅。佢亦都系有啲即系食烟嘅习惯嘅。咁亦都比较上属于怕冻嘅人啦。咁咧就。有時都中意飲奶，但有時飲緊奶咧會不適啊，咁佢中意煙，個人通常都唔多口渴啊，個人咧比較上咧容易氣喘嘅。好啦，咁小朋友方面咧，飛燕草嘅小朋友咧，通常咧就會感覺上咧佢比較任性啲嚇，有啲變化無常，好得意嘅。佢有陣時候咧，佢就突然之間有一種會嬲怒啊出嚟啊，咁平時好似好乖嘅嚇，好乖好成嘅，咁突然之間咧，佢遇到啲不愉快嘅嘢咧，就會突然之間發嬲啊，咁爆出嚟啊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個細蚊仔嘅。嗰、那個飛燕草嘅喺細蚊仔出現嗰啲情緒嘅症狀嚟嘅，我嘅 Sapphire 一個好好用嘅好好用嘅療劑嘅，我經常都發現咧呢、這個係可以幫到好多好多嘅病人的。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